我是巧虎，我是巧虎，我是孩子王。哦，那是胖虎啦。所以我是巧虎。Hello， 我今天要来看意义哥哥写字。我们一起读书很认真哦。那一哥哥在写这个什么字，怎么都像毛毛虫一样。一哥哥，请问你在写什么字？等一下哦。你写这个是虫字。一哥哥会写很多耶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我看。这个。那个是。那你写什么字？你教教我。我再帮你写咯。好，一哥哥，你在写什么字呢？你看这个。保护妈妈。保护妈妈。不是，我想成为太空人啊。我想成为太空人。火箭发射。火箭发射种。小叔是天才小叔啊，龙正嘎呀。孩子，你闪亮节奏快要快乐，吓死我了，怎么笑那么大声？你怎么也这样？怎么写那样啊？哎呦，好好写嘛！